下面再来说说开车的问题哈。开车的时候，有些人会打手机，看个微信，尤其是觉得路上有点堵的时候啊，或者什么哈。这姐妹儿，拍肩拍肩。你知道这种开车的陋习、不起眼的一些坏习惯，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安全隐患，那是导致事故的发生。4月22号下午，在湖南江永街头，当地交警大队正在路边维持秩序。这时，一辆越野车突然失控，从后面将正在路边执勤的辅警和一名行人撞飞，直至撞上前方同向行驶的另一小车后才停止。随后，执勤交警将肇事司机控制，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。受伤的那个协警现在经过手术，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。还有一个行人，那个行人就可能危险一点。现在还没脱离危险。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